在女友手机里看到她和闺蜜的聊天内容时，我的世界仿佛瞬间崩塌。你为什么不向你的白月光告白？女友的回答极为认真，从外貌、性格、成绩等方面逐一剖析，最后得出结论，她太优秀，自己与之相比相形见绌。朋友又问，那几伯达呢？女友说，几伯达能让我变得更好，好到足以与他相配。这里的他所指何人，不言而喻。那一刻，我的世界天旋地转，原来我一直以来的付出，都不过是在为另一个男生做嫁衣。我默默放下柳如烟的手机，坐到沙发的另一侧，翻开单词本，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过了会儿，柳如烟洗完澡出来，带着慵懒的神态说，蓝宝宝，今天我不想学习了，休息一天好不好？她神色慵懒，眼皮微微下垂。以往，我最痴迷她这副模样，下一秒，我就会起身冲过去亲她，然后说，你敢不学？试试看。而她也会如愿地伸出手，撒娇道，那行吧，再亲一下，就陪你一起学习。每到这时，我都充满成就感，仿佛自己是拯救了堕落少女的英雄。可如今，看着聊天记录里那句她是研究生学历，我配不上她，我只觉得自己此前的行为幼稚可笑。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在她期待的眼神中拿起课本，说，好，你休息吧，我去图书馆。柳如烟微微一愣，随即嘴角上扬，瘫在沙发上说道，宝贝，你真好，晚点我去接你回来。我默默点头，开门离开。走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没过多久，柳如烟发消息问，你没事吧？我擦了擦眼角的泪花，回复，没事，马上要考试了，我不想让这些事影响我的前程。然后便埋头于知识的海洋中奋战。等结束时，我才发现手机上有好多未接来电，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大概是我今天的反常被他察觉到了。走出图书馆，柳如烟在树荫下等我。一见到我，他就迎了上来，说，宝贝，我刚刚给你切水果，不小心滑到了。说着，伸出手指给我看那微微发红的伤口。要是以前，我定会觉得甜蜜无比，一边责备他不小心，一边从包里拿出创可贴，小心翼翼地给他包扎。但此刻，看着他的脸，我却有种莫名的陌生感，仿佛从未真正认识过他。我只是说，下次别切了。柳如烟双手搭在我的肩上，也不管伤口了，质问道，纪伯达，你又发什么疯？又这个字，让我想起过去那次充满隔阂的争吵。我们在一起这么久，我只和他发过一次火，那次是他忘了我们的周年纪念日。纪伯达，不就是一个周年纪念日吗？和平常日子有什么区别？你有必要生气吗？当时我气得不轻，后来他突然缓和了语气，每个男生都会想过纪念日吗？见我没反应，他又开始安抚我，宝贝，别生气了，我以后都会记得。不仅态度温柔，还马上订了机票，带我去一直想去的大理。我的怒气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消散了。可如今想来，我的怒火不过是他的一次学习案例罢了。没事啊，你不是老觉得我啰嗦，所以我不管你了。柳如烟盯着我看了许久，甩下这句话后就走了。他的怒火体现在酒吧中的纵情声色，像是故意为之。面对共同好友为什么屏蔽纪伯达的疑问，他回复，老娘用不着他管。我当作没看见，沉沉睡去。夜里不知几点，电话铃声响起，柳如烟带着酒气和怒气的声音从话筒传来，纪伯达，你他妈的睡得可真安稳，要是我和别的男人睡了，你也不管是吧？凌晨四点，好不容易再次入睡，又被他的电话吵醒。我语气冷淡地说，柳如烟，你想怎样我都不管。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奇怪的是，以往因他晚归而产生的失眠和担忧，此刻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睡得格外安稳。再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杜老师，怎么睡得这么死？你这个年纪怎么能睡得这么沉？催命般的闹铃和拉开窗帘的声音传来，窗外的天光隐隐可见。我看到床边有个影子，知道是柳如烟，有些惊讶地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以往哪怕他聚会到半夜醉醺醺的，也会爬上床揽着我的腰，撒娇地喊着宝贝，亲亲。可这次酒气弥漫中，他只是沉默地坐着，没有再主动靠近我。我甚至不知道他何时回来的。见到我睁眼，他开口了，声音沙哑的厉害，我喝酒到半夜，你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甚至我回来发现家里一盏灯都没为我留，我关门的动静你也没听见，你知道我是几点回来的吗？在朦胧的晨光中，他盯着我质问。我坐起身打开灯，突如其来的亮光让我们都眯起了眼睛。我注意到他一向整洁的脸上有了几分邋遢，眼眶布满血丝。柳如烟，我看到了你的置顶聊天无数次提到伊藤城，那个你所谓的白月光。柳如烟瞳孔微微放大，嘴唇颤抖。我继续说道，你和朋友说他很优秀，你配不上他，所以和我在一起，在你眼中他是最好的，而我甚至都算不上你的替代品，只是你追逐爱情的垫脚石。
我吸了吸鼻子，内心仅存的一丝希望随着他的反应渐渐消散。柳如烟，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他突然站起身，欲言又止，然后急躁地抓了抓头发，不敢直视我。沉默许久后，他选择了破罐子破摔。纪伯达，你凭什么看我的手机？那一刻，我心中最后一点希望彻底破灭。没想到他会是这种恼羞成怒的反应，一时间我竟有些想笑，然后真的笑出了声。我们分手吧。昨天一整天，我都在想象说出这句话时自己会是何种心情，难过、悲伤、不甘，却没想到真正说出口时，感受到的只有解脱。这种不对等的恋爱，长痛不如短痛。柳如烟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不敢相信这话是追了他一年的我所说。你说真的？好，行，我还配不上你了。他黑着脸说完，摔门而去。我默默地收拾行李，当初柳如烟怕自己复习不认真，软磨硬泡让我和他一起学习，监督他，那时我满心甜蜜，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将我纳入未来规划的好女友，如今想来，这一切就像一场闹剧。拖着行李回到宿舍，舍友停下手中动作，瞪大双眼，满脸惊讶。你怎么回来了？我平静地回答，分手了。舍友不假思索地说，可是你那么喜欢柳如烟，怎么会同意分手？话一出口，他才意识到说错了话。纪伯达，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怪他见证过我喜欢柳如烟，那阵子的人大概都会以为我会死磕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柳如烟长得好，羽毛球也打得好，脸上一向挂着漫不经心的笑，在学校里很出名，是表白墙常客。喜欢他大概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我给他递情书，被拒绝后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在学院举办的歌手赛里向他唱粤语情歌，从未缺席任何一场有他的羽毛球赛，为他欢呼和呐喊。就是在这样重复的喜欢中，他漫不经心地点头同意和我在一起。大迪，每个人在喜欢的人面前都会自卑吧，例如他对伊藤城也一如我对他，所以我认命地接受自己是多付出的那一个。舍友小心翼翼地试探，你们还有可能吗？聊天记录一条条地在我脑海中回放。性格上他很温柔，长相上他很帅气，学历上他是研究生，我配不上他。又在朋友的问题中漫不经心地回复，你说纪伯达，他能让我好到足够配得上他，这就是他唯一的优点。原来37度的体温也能说出零下40度的文字。我把行李一件又一件地拿出来放好，不可我才发现，原来早上不早起给柳如烟做早餐，中午不提前离开图书馆去食堂给他打最爱的糖醋里脊，傍晚不陪着他散步，晚上不因为他想打羽毛球而提前离馆。一天下来，我可以多背那么多的单词，多做那么多题，多巩固那么多的知识。图书馆站给柳如烟的位置空了几天，周围认识柳如烟的人在小心翼翼地讨论，他们分手了，也是柳如烟那种三分钟热度的人，怎么会考研能坚持到11月已经是奇迹了。你猜是谁提的？图书馆实在是太安静了，以至于一点说话声都会被无限放大，那还用说，肯定是柳如烟。话没说完，突然被桌面碰撞的声音打断。这是图书馆，不学习也影响别人。柳如烟把书包压在桌面上，黑着脸怒斥。图书馆安静的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几个人好奇的抬头看看我，又看看柳如烟。我低下头继续学习，置若罔闻，好半晌都能察觉倒落在我喉底。视线随即稀稀疏疏的声音传来，柳如烟把柜子里的书一本又一本的放进了书包，动静不小，可以感觉得到他心情烦躁，就像是故意找我不痛快。我想无视他，却突然想起来自己整理的笔记还在他手上，抬起头正好和他对视，我写下便签递给他，我的笔记还在呢，才发现他一直在看着我，不知道已经看了多久。看到我便签上的内容，他期待的目光一寸寸落空，收回视线，他手上动作一顿，又低头随意翻了翻，才敷衍的回答找不到，找到还给你。我点了点头，没再说话。柳如烟不愿意费大力气学习，寻求最少的时间做最高效的事，而他做的性价比最高的事，就是动动嘴皮子和我帮忙，而我竟然甘之如饴，甚至觉得甜蜜。原先觉得那么甜的事，可现在回头看却只觉得讽刺。没过几天，柳如烟给我发的信息笔记找到了，你过来拿一下。我不想理他，但笔记确实是我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做起来时间成本颇高，直接不要我有点不舍。我回他你在哪，似乎早已断定我不会拒绝。几乎同一秒，柳如烟就报了个位置进，也是个男生宿舍，只不过是靠近我们宿舍的另一栋。
我沿着他抱的地方走，越接近声音越嘈杂。草丛的另一边，一群人在欢呼呐喊着在一起。在一起我没靠近，隔着草丛远远的就看到了柳如烟嘴角噙的笑，温柔的向一个男生说着什么。男生长相帅气，红着脸让大家别闹，像是怕我听不到似的。柳如烟的声音又大了起来，做我男朋友好不好，字字有厉声。原来分了个手便能配得上我的存在，倒是还真挺有意。隔着人群，柳如烟突然回了头看我，视线相对，我的心里一片死寂。我嘲弄的朝着他扯了扯嘴角，柳如烟的眼里闪过一丝懊恼。人群中伊藤城含着笑点吼，就这样看了一出狗血爆白，我觉得有点没意思，但是来都来了，没拿到笔记我又不甘心。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人群散去，柳如烟没有直接离开，和伊藤城一步步的走近我。我直奔主题，别的十一代当作没看见，不说诅咒已是用尽全力，祝福的话我一个字也说不出口。笔记呢？柳如烟一愣，低下头过了一会，他先打破了沉默，有些恶劣的笑了起来。谁表白会带学习用品？想到什么又说，我差点忘了，有个书呆子还真在表白的时候带，他说的是我。其实我当初和他表白带的不是学习用品，是情书。我怕自己因为紧张而忘词，就把表白词夹在书本，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眼。等表白完，柳如烟看到书本的一角，问起来，我猜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是学习用品。不理会他语气中的其他含义，我声音冷淡，你就没想着给我试吗？在他默认的眼神中，我有些气愤，笔记我不要了，笔记只是个噱头，他只是找了个借口，让我当他和白月光爱情的见证者。而我再一次傻傻的相信他的话。听我这么一说，柳如烟的声音里夹杂着几分怒气，季伯达，我在你心里是不是也和那本笔记一样，随便就可以丢掉？在黑夜中，他的一双瞳孔似乎泛着幽光，像是要把我吞噬。我抬头看向他，曾经让我着迷的面庞，早就在长长久久的迁就和忍让中一寸寸失了光彩。这一刻我仿佛从来不认识他，他怎么会前几分钟刚和一个另一个男生表，下一刻又来质问前男友凭什么和他分手，大概是脑子有病。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挑起了他的痛苦。柳如烟，有一点你说的没错，你确实配不上他，这个他是谁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柳如烟成功的黑了脸。回到宿舍，舍友们在讨论着什么，看到我一时变得死寂般的沉默，用脚趾想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没事，我看了烂你们消息还比我之后呢，见我表情自然，舍友们才又纷纷议论起来。这个渣女这才几天，季伯达你分得好，那男的也不怎么样，哪能和季伯达比。知道他们在为我说话，但我还是摸着良心讲了句公道话，我倒是觉得他长得很帅气。看了眼镜子，因为考研的压力和时间紧迫，头发没好好打理，干枯毛躁，脸色泛黄，眼下还有一片青黑。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舍友有些欣慰道，看来你真的放下了。舍友开始在宿舍大骂特骂，柳如烟在宿舍已经不叫柳如烟名字，称呼她为那个渣女。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点开她的动态，看她发了些什么内容，然后再根据当天的内容对她进行批判，从而开启新的一天。室友刚开始是为了照顾我的，没想到后来骂着骂着竟成了每日日常。舍友边刷牙边打开动态，愤怒的开骂，骂的那个渣女哪来的脸，还带着新男友去大理，真玷污了我神圣的天堂。我前两天吃的烤鱼都快吐出来了。听到这话，我刷牙的动作一顿，大理这两个字就像是某种开关，促使我也凑过去看了眼。照片是柳如烟在大理的沙滩上写下宝贝我爱你的温柔字样，又在潮起的时候定格下了另一个画面，伊藤城单手按爆炸，一种绝对占有喝宝布的姿态，女生温柔，男生清了，看起来格外般配，连海浪都是他们爱情的传递。尽管我已经对他没有感觉，心脏却还是传来阵阵顿动，替自己感到不值。一周年纪念日，哄我的东西迫不及待地拿到现任面前，讨巧真够恶心的，把泡沫吐掉，我也跟着骂了句呸。死渣女到了图书馆，我发现原先柳如烟的位置坐了另一个女生，清冷又艳丽，睫毛长而密，见到我抬起头打着唇语，这里应该没有人吧。我摇了摇头，也打着唇语回应没有，我还不至于那么霸道，一人占两个位置坐下。没过一会，一张纸条递了过来，一直看到你在这个位置，
能认识一下吗？似乎又觉得唐突，把纸条收了回去，急切地在纸上继续写。以后我早到也可以帮你占座。他的字实在好看，我刚想拒绝，抬头却瞥见他的耳廓通红，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眼神期待又紧张，显然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我突然不忍心拒绝，给自己找着托词，有个人帮忙占座也不错。这么一想，我心安理得地把二维码打开，女生的唇瞬间裂开，露出两颗虎牙，一点心思都藏不住。我是沈幼楚。他发完就又放下了手机，专心致志地开始做题。如果能忽略那蔓延到脖子上的一抹红，那大概就能称之为专心致志。沈幼楚说，给我站便真的在给我站，我到的已经够早，没想到他到的比我更早。桌上还有一个散发着热气的鸡蛋和一瓶牛奶，沈幼楚顺便给你带了早餐。这个顺便的起疑有点大，看向手机发来的信息，大概还是因为不太熟悉，我不好意思拒绝到了，生气拿起早餐往图书馆门口走。我不太爱吃早餐，有的时候想着先刷题，刷着刷着想吃了再吃，没想到一刷上头直接就到了中午。等吃完午饭回来，凉飕飕的早餐更是不可能去碰。后来为了避免浪费，我干脆不带从食堂买的早餐，而带一些超市买的真空包装的面包，但还是不记得去吃。长期下来，不吃早餐的习惯就这么养成了。柳如烟知道我有这个习惯，也没劝过我，任由我乐意。靠在图书馆的长廊，看向手上的鸡蛋和牛奶，我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从来都是我给别人带早餐，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带东西，没想到有意就有在吃了第一次后，后面更不好拒绝了。沈幼楚是真的变招法的给我带早餐，我怀疑他连学校周围的早餐店都跑了。我也慢慢从刚开始的尴尬发展到后面能和他两个人一起坐在图书馆门口从容的吃粉。你嘴角沾了酱料，沈幼楚盯着我的唇角，眼睛很亮。我伸出手随便蹭了一下，还没掉我自己感受不到，正要掏出手机，沈幼楚的手已经先我一步，指腹在我的嘴角轻轻擦了一下。明明我才是被触碰的那一个，沈幼楚的脸却红得比谁都厉害，看起来更像是我把他欺负。刚要调侃一句，啪的一声，身后传来什么东西掉落的声音。我回头一眼，看到了柳如烟，正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和沈幼楚。从上次告白事件后，有阵子没看到他，很奇怪。以前我掰着手指倒计十秒数，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他，可现在看到他出现在我面前，我心里却十分抗拒，似乎连他的存在都让我觉得无法忍受。沈幼楚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柳如烟，在我耳边轻声说，我先上去了，垃圾帮你一起扔了。温热清冽的呼吸让我的耳根有些发痒，我点了点头，我马上上来。沈幼楚的眸子重新带上了笑意后，我等你等沈幼楚上楼后，柳如烟一步步走到我面前，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还和他有拉扯，示意他朝一旁的林子里走。柳如烟盯着我，眼里隐藏着三两分情愫，博达，你以前明明不吃早餐呢，怎么现在开始吃早餐了？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还不自觉地带了些小心翼翼。你来找我就是问这个，曾经对他有数不尽的耐心，可就会和他说句话，我都觉得浪费时间。没什么事，我走了。还没迈出步伐，我的手被他拉拽得我手心泛疼，我下意识地用力甩开，在他错愕的眼神中不耐烦地说道，你他妈到底要说什么？柳如烟终于消停了下来，看起来有些委屈，你不是要那个笔记，我拿给你。说完把本子递给我，本子的封面还写着希望我的女朋友好好学习得字样。看到这几个字，我的头皮发麻，几乎一下子发不出声音。不是因为柳如烟，而是因为和她在一起时傻傻付出的自己。原来伤疤就算愈合再被揭开，也依旧会记得当初所受过的那些疼痛。过了一会，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我不要了，我早就不想要这本笔记本了，因为不记得的知识点总能在沈幼楚那里找到答案。长长久久的沉默，久到我以为我们彼此都不会再说话。柳如烟突然用一种很轻的试探性的口吻问我，你和他在一起是为了让我难受？又自顾自地接着说，眉头紧蹙，看起来真的格外很博大，我很难受，所以你能不能不要和他在一起？我抬头看向他，还是那张脸，此刻我竟找不到一丝一毫能爱他的点。比如烟，你有男朋友别犯贱，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对他说出这么难听的字眼，我自己都有些惊讶，却马上又觉得十分合。我和谁在一起以及做什么都和你没关系。说完这句话，
我没有再看他，转身回了图书审右储厅。到我的脚步声，抬起头朝着我笑了笑，又推过来一张草稿纸，上面满满当当的写满了我问他的那道题的解题思路，细致又耐心。在阳光下，他脸上隐约可见绒毛，皮肤好得出奇，长得真的格外好看。我一下入神，在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冲动地在草稿纸空白处写了东西。考完研那天，我们去看电影吧。刚想抽回，沈幼楚却已经在纸上回复好啊，见约定已经被敲定。我又转了视线看他，果不其然，他又红了耳根。柳如烟似乎放弃考研了，从宿舍到图书馆经过的羽毛球场上又重新回荡着为他加油的呼喊声。我不想听，可嘈杂的字眼还是一个又一个软弱。柳如烟他在看什么？怎么会错过这么一个好球？一点都不像他，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家在看男朋友。说话的人明显带了几分质疑啊。不是吧，她男朋友不就在球场对面吗？我抬起头，不想正和柳如烟的视线对视。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染了一个暗红色的头，身上还穿着那件我买给她的卫衣，看起来依旧肆意又洒脱。只是对视的瞬间，我看到了她的眸子里翻滚着浓烈的情绪，紧盯着似乎怕我跑。可是一个人怎么能一心二用，还是在这种比赛的时候。下一瞬，柳如烟从空中落地，意料之中的失了重心，跌落在地上。柳如烟，你没事吧？人群蜂拥而至，叽叽喳喳的关心占据着整个球场。我下意识的看向自己的书包，原先那个空格释放云南白药喷雾和纱布，可在不知不觉中却早已换成了沈幼楚写给我的一错点归类集。人群还在嚷着快叫柳如烟男朋友过来。伊藤城呢？他在奶男生的声音轻柔却又有力。我在这，我包里有喷雾，还不带这个声音消散，就已经被柳如烟咬牙带着痛意的声音引来。我不要你，我要季伯达。季伯达在哪？我要季伯达。像是没长大的孩子讨糖吃，又委屈又没有道理，可是只有被偏爱才有资格撒娇。柳如烟在我面前早就失去了全部的资格。我垂下了头，加快了步伐往图书馆走去。在听到柳如烟的消息时，伊藤城的电话，他在话筒中声音依旧温柔，没有一点生气的迹象。女朋友在摔伤了以后找前男友，我以为他找我会带着怒歇斯底里，怎么也没想到是这么轻飘飘的口吻。有如烟住院了，挺严重的，你要来看看吗？他的声线很轻很柔，让人讨厌不起来。我不去了。像是早就有预料，他回我就知道你不会来。话筒那边似乎有什么东西打翻，传来噼里啪啦碰撞的声音。他压抑着声音中的情绪，有如烟，你和我发脾气有什么用？有本事你拄着拐杖去找他。不知道那边回了他什么。下一刻，我听见关门的声音，毕腾城的声音也稍微大了起来。他一直吵着要找你。我不解道，你才是他男朋友。话筒传来他的笑声，带着似有若无的自嘲。是吗？我自己都忘了。顿了顿，他又开口，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说不生气是假的，可是我想了想，我该生他的气而不是你。那天在操场上我也看到你，包括他向我表白的那天，我一直都在观察你和打听，想着是哪个男生能这么让他念念不忘。后来我才明白，其实不是你有多让他喜欢，而是因为最难以忘怀的无非就是最得不到。例如当初的我和现在的伊藤城，比我清醒又比我放得下季伯达，他这样的人配不上我，更配不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从他嘴里听到这样的话。我想如果不是彼此这样尴尬的身份，大概我和他会成为很好的朋友。那你们像是知道我要问什么？他嗤笑了声，当然会分手，只是不是现在。我不想背负因为女朋友生病就把他给甩了的没良心的骂名。考研那天，教室里满是沙沙作响的答题声，看向尸体，我有种终于见到了天明的解脱感。好不容易考完，最后一刻才踏出考场，恭喜考完，你离小沈的心脏距离又近了一步。说着自然地牵住了我的手，眼神径直看向道路前方。这还是沈幼楚第一次牵我的手，看他这么自然，我还以为他真的不紧张。刚要笑话他，才发现他额头竟沁出了汗。这可是十二月，说到底还是我高估他了。好不容易吃完饭，沈幼楚的手又紧紧贴了上来，严丝合缝地沿着我的指缝填满手心，温热干燥。原先怎么没发现他这么粘人？我们选了一部电影，题材没选好，是烂尾的爱情片。
但影院中的我们两个都没有把心思完全放在电影上。在漆黑的光影中，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说我不会越界。我们两个人的距离近到我可以在电影院忽明忽暗的光影中看到他扑上的场景。一声我看到了，沈佑处轻声了一下，我再忍不住的主动贴上前搂住了他的脖子。直到电影结束，我们两个人都说不出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些什么，只能用余光贴到对方猴屁股一样的。考研结束后，时间一下子变得充裕了不少，虽说要做毕业设计，我和沈佑处还是有大把时间可以腻玩。我终于把一直藏在心里的疑问问了出口，沈佑处你喜欢我什么呀？问出口才发现自己竟然格外紧张。沈佑处捏了捏我的鼻尖，你这么好，哪里都值得喜欢。盯着我的眼睛半晌，才又缓缓说起他对我的爱意由来。你知道你有多自律吗？无论刮风下雨，你都在那个位置上雷打不动，只要我一抬头就能看到你。每次做题做得很烦躁，甚至有点想放弃的时候，只要看到你，我的心态就会变得平衡。他又轻轻捏了捏我的脸颊，才接着说，还有啊，你大概是忘记了曾经借给我一把伞，我在图书馆门口躲雨，你主动把伞递给我，还笑着对我说加油。又嘟囔，要是没旁边那个碍眼的前女友就好了。他这么说，我倒是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和柳如烟都有伞，看到图书馆门口有个身影，一边在等雨停，一边在背单词，我想也不想，便把自己的伞递给他，顺便说了声加油。这件事还被柳如烟讽刺说我多管闲事，你知道我看你前女友多不爽，好在现在总算有名分，而不是像上次那样一个人暗淡的回图书馆。这回他再缠着你，我就有底气。沈佑初很嘚瑟，笑得肆意，少女感满满。原来这个人在背地里都在暗暗的生闷气和较劲。我在他唇上轻轻碰了一下，给你吃醋的名分，好好珍惜。沈佑处得寸进尺，灼热的视线几乎要把我烧了。他压低声音叫了我一声，纪伯达脑海中一根绷紧的线突然断了。沈佑处粘人，在宿舍门口常常一拖再拖，不让我进去，我也乐意，不想和他分开。好不容易分开，月光笼罩下，我看到他笑得比谁都开心。你走吧，我一步三回头，眼里的不舍情绪浓烈。我刚要进宿舍，手上却被一个用力拽住，转头对上了一双泛红的眼睛。纪伯达，我分手了。柳如烟的手紧紧拽住我，挣脱几次都挣脱不开，吓得很近。我看向自己的手臂，果然泛红了。他从来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情绪，在一起是这，分手后也是这样。我看向他，神色淡漠，真巧我有女朋友了。柳如烟往前一步，脚似乎还没恢复好，移动灯时发出了一声嘶的声音，他的声音更加沙哑，眼里的情绪沸腾。纪伯达，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他一向肆意洒脱，可就在今晚，我仿佛看到他的一身傲骨被全然击碎。你别不要我好不好？若是以往在一起的时候，我绝对没有机会看到他这样的模样。你掐得我的手很痛。柳如烟一愣，放开了我的手。你永远学不会对别人好，不管对谁，似乎只要爱你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可是柳如烟凭什么对不起我？我打断了他，我现在真的不喜欢你了，我女朋友爱吃醋，你以后也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说完这句话，我抬起脚就要往里走，身后的声音很轻，克制又隐远，我的生日要到了，你说过要亲手给我做蛋糕。门解锁的声音响起，我头也没回，等你学会爱人以后，会有人给你做的，但是那个人不会是我。身后的声音哽咽，纪伯达，我会等你。我的脚步不停随你。刚躺到床上，沈佑楚的专属电话铃响了起来，你出来一下，有个东西差点忘记给你了。我飞奔出门，夜凉如水，沈佑楚挺直的背影被月光笼罩，上了一层银边。什么东西啊？手被抓到了他的怀里，慢慢的手指缠绕上了丝线，往下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我做的蛋糕，讨赏的模样太过明显，我笑出了声。可是今天不是我生日啊。沈佑楚扣上我的另一只手，十指紧扣，谁说只有生日才可以吃蛋糕？你要女朋友干嘛用呢？眼神中情意浓浓，我的心脏一片柔软，在他倒映着我的瞳孔里，我踮起了脚尖，视线相对，说不上是谁主动的。等结束时，沈佑楚呼吸声加重，他压低着嗓音，一声又一声，我爱你纪伯达。等我和沈佑楚腻了吧？天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
朦朦胧胧的。我跑回屋里给沈幼楚拿了伞，他屁颠屁颠的笑着，还是这把伞，我们的定情信物。伞面很大却又很丑，不知道是哪个银行送的，也只有沈幼楚能把它当成宝了。你快走吧，我怕他再不走可能就真的要靠在自行车棚过夜了。好吗？等沈幼楚走后，我才发现自行车棚后面的草丛有个人影，不知道站在那里看了多久，头发湿漉漉的散在脸上，还在滴水，整个人狼狈不堪，像是只丧家之犬。那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柳如烟，再往后我在研究生毕业那天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向他求婚，捂着唇假装咳嗽了一声，强作淡然，只是说的话却让这一切伪装无所遁形。老婆答应我，其他人起哄着嫂子别答应，他都还没同意就叫老固守。难得沈佑楚涨红的脸颊中低声应了句好，婚礼如期进行，宾客来往，我却在意料之外收到了一个笔记本，在希望我的女朋友好好学习的旁边，有几个等这么多年终究是等不到你。我随手把笔记本扔到了垃圾桶里，迟来的深情终究要比草芥。